然后拿卷尺。这哈怎么调？这哈是？这不能调动。你调一下，调一下，走嘞。哎，看啊。嗯。你快手套开了。在不在？没事，没关系。老外他家，老外他房。哦，这还是上下跳吧？哎，上下跳啊。这还然后这还这个尺寸来。啊。行。不是，先一个一个三十三。行。一个三十。自动调好了一会儿是吧？哎，就不光这玩意儿，别的地儿哪儿还有哪儿动啊？啊，是那个四方块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过班，放放值班就行了哈。啊，然后值班。看了吗？正好正合适的，看了吗？放上，三十，就这么快，要不然还手抖太慢。嗯，我给他照一下。都你，总共微调都可以。